台式六十经典之最，醉台帅勾篇。走过台式六十，六十年的经典里，最帅的祖师爷非杨丽花莫属。他的梁山伯知书达理，至情至性；他的薛仁贵征东平乱，意气风发；他的白衣童子面如冠玉，嫉恶如仇。当时他所到之处，万人空巷，可男可女的扮相，也让他除了少女杀手外，更身兼少男杀手。直到如今，杨丽花的飒爽英姿仍让婆婆妈妈们魂牵梦萦。